咱阁继续讲六祖大经。迄、那个经吼、哦，早起有讲是修道路，修道路就是客的意思哈、哦，客有迄个客，契哈、哦，啊契就是契合的意思，契合就是契合众生的根基跟契合道理啊、哦，所以这两行袂用个偏废啊，哦要同时啊。不能说只是契合道理而不契机，安尼就无好哦。给讲的呀，啊，只是契机而不契合道理，安尼就变作妄语，对不？哦，所以变成虚妄。但是如来言无虚妄，如来是实语者啊、哦。所以这两行拢爱兼顾到。啊，再过来嘞，咱再去有讲讲，这个是发布对不？哈、哦，那。咱佛经里面有这发布哈，有三款呐、啊，就是三种嘛哈，三藏啊，经律论三藏对不哈？经就是开始一切修行的道理哈，咱讲的这修道路就是经啊哈，啊律的律啊，就是讲戒律啊，哦，经就是。开始一切修行的道理，哈、哦，律是讲咱这个生活以及修行的时阵爱注意的代志，啊，袂用个犯的遐代志，叫做律，哦，叫做戒律，跟咱的法律同款啦。咱的国家的法律嘛是讲，哦，有啥物代志你袂用个做，哈、哦，啊，啥物款代志会用个做，这就是你像咱的法律的讲咱的国民呐、啊，权利跟义务啊。哦，拢在内面交代清楚啊、哦。那佛法的律藏嘛是这个意思啊、哦。而且律有在家律，有出家律啊、哦。那在家人就依在家律哦，在家律落去修，就是在家戒啊啊。律就是戒同款的意思啊、哦。啊，出家众嘞，就依照这个出家律落去修啊、哦。啊。你开始这个律戒律的诶，这个学问啊，就是律宗哦。啊，个经甲律经甲律经律这两个藏哈、哦，藏就是宝藏的意思嘛哈、哦。经宗甲律宗这两款呐、啊，拢是佛祖所讲的，拢是释迦如来所讲的哈、哦。啊，另外一款有一个论宗哈、哦，论藏，这论是啥呢？论咱知影就是讨论的意思，吼、哦，议论的意思，讨论、议论，哦，啊，迄意思就是讲发挥啊，发挥啊，发挥个解释意思，发挥，哦，禅论诠释，哦，禅释诠释的意思，哦，头先讲这个经甲律是佛所讲的呀，哦，啊，一般来讲，所以经甲律。嘿，拢袂用个改啊，因为是佛祖所讲的，你袂用个改，一字都袂用改啊。哦，啊，这论呢，一般来讲是，佛祖的弟子，还是后代大菩萨，哦，因为众生的智慧无够，所以对经甲律袂当了解的所在啊，爱落去发挥，哦，就一个就一个问题啊，一个题目，爱落去发挥。啊，就变作什么论安尼，所以，佛祖所讲的就无讲是论啦、啊，佛祖所讲一定是经还是律啦、啊，啊、哦，经或律，啊，其他人、其他的菩萨还是大弟子啊所讲的，就是论安尼。这是一般来讲，但是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咱中土的六祖大师。跟他伊讲的这部经，啊嘛是跟他这部经啊呢啊，这部叫做《六祖大经》，其他国较大的菩萨所讲的拢是论啊，譬如说马明大士，伊所讲的《大圣起信论》对不？也是论啊，哦啊，其他真侪论啊，迄拢是菩萨所讲的，哦啊，譬如说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拢是论啊，哦，但是这个是例外。就是六祖大师，他不是释迦如来哈，但是他讲的这一部经典呢、啊，就称为经，啊、哦、啊，
所以就有这个印度人讲，六祖大师啊是东方如来啊，所以伊讲的法啦，则称作经安尼，其他的人拢无啊，所以这是这部经的特殊的所在。抓来来看下卡这个《唐氏门人法海录》啊，这个唐董调啦，董调的孙。四就是释迦牟尼佛，哦，的弟子嘛，哈、哦，就是释迦，哈、哦，释迦牟尼佛那个家啊，就是佛家嘛，哦，佛家啊，佛家，文人安尼意思就是讲，这个法海是伊的法号啊，就意思就是讲伊是出家人啦、啊，哦，这个法海恁有印象无？《白蛇传》。金山寺法海禅师，对吧？那是小说，唔通好骗去哦。那小说乱写哦，诶，无，并无一个，伊并无去甲科汉文咧过不去啊。伊、哦、是大禅师，是教众生开悟，未去甲迄个白蛇斗法啊、哦。所以小说用得看，但是唔通叫小说未去啊。哦《西游记》嘛是同款，那是小说，唔通信讲正经有一个孙悟空。啊，更加奇怪，即马有真侪人咧拜啥？拜孙悟空，佮拜猪八戒。哎，根本就是小说的人物啦，小说人物伊个动作是正经个咧拜。哎，实在有影，有气啊！《唐氏门人法海录》就是即个六祖大师的弟子啊，哦。啊！伊甲记录起来，这个六祖大师讲，啊！伊甲记录起来安尼，吼、哦。头一品行有品第一，吼、哦。我这讲经吼，就是直接讲经啦，吼、哦。啊，无讲一寡有诶无诶，吼、哦。啊，所以有当下接近，啊，有当下接慢诶。接慢诶时阵是讲道理诶时阵，吼、哦。啊！恁会当了解的，会当了解的所在，我就真紧就讲过。啊！但是我的目的就是讲，互你这个文理看有，吼、哦。啊，刷落来道理会捌安尼，吼、哦。啊，佫刷来上重要就是，甲恁讲这个修行的法门啦，看这个安怎修，哦，安尼。所以有时候会很花时间，就花在那个。义理哈，跟修行法门上面，安尼，啊，因阿维都无因阿维哈，所以，只要爱有真有精神才会当听，啊，若无精神呢，得加啉一寡。十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法，师生作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中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好、哦，讲到这，十就迄个时阵啊，有一个时阵啊，啊、哦，加这个一般佛经来讲，一时佛在。社会国或是那个时这个时就是一时有一个时尊啊，啊，这就是模仿这个佛经里面啊，无讲那个时候是天宝几年几年，无安尼讲啊，就是用时安尼啊，有一个时尊啊，讲用那、啊、用英文讲啊，你讲讲过 once upon a time 对不哈？安、啊、尼，迄、那个时尊。大师啊，就是六祖大师啊，啊、哦，至宝林寺，这宝林就是宝林寺啊，啊，今嘛称作潮汐南华寺，南华寺啊，啊、哦，就是六祖大师的，听讲伊今嘛一个肉身哈、哦，啊，过来呀，啊、哦，就是这个宝林寺，今嘛好做南华寺啊。哦韶州这小州啊，就是小州府了啊、哦。
微刺史，这刺史啊是一个官名啦。唐朝叫做刺史啊，啊，清朝也是讲叫做知府啦，哦，也小州府的知府啊，哦，知府的意思就是府长啦，跟咱即卖讲省长的意思同款，哦，安尼，甲官僚，官僚就是伊下骹遐部下啦，哦，遐什么部长啦，什么迄落遐的吼，做阵立山去请大师出来，哦，要出去踮个城中个大范寺啊，个讲堂为众开言，这众就是四众，四众哦，为四众弟子，四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在家出家吼、哦，男女哎合起来都四种啊，哦，来开言，开就是启发的意思啊，启、哦、发开发啊、哦，开什么言呢？开这合乎的一面呐、啊，修行的一面呐、啊，说法就是宣说法要啊、哦，宣说法要，师生作次。这六祖大师诶，行舟的时阵啊，这个行舟吼，这个踮咧佛经内面哦，有规定啊，那法师要讲经啊，还是开始的时阵，就要升高座，爱坐悬啦，袂用坐低啦，哦，啊，所以我真欢喜咱诶赖先生甲定这个台啊，足悬哦，安尼这是如法。啊，即嘛现代吼、哦，有啥物，迄落啥物讲堂咧，礼堂啊，吼、哦，咧讲经啊，是讲开示啊，是讲迄个或做通俗演讲的时阵吼、哦，因为有当下礼堂也是安尼起的对无吼，讲、哦、台较低嘛，啊观众较悬呐，啊，踮咧迄个所在讲经就不如法，就袂使，佛祖讲安尼袂使。哦，啊！若要讲法的人，袂用个徛的，你袂用个徛的讲，啊，听的人坐听袂使，啊是，你坐啊伊倒的嘛袂使。当然你袂用个倒的讲啊，哦，除非你要强要死去啊，哦。所以这说法有真侪规矩的，哦，这都要如法。啊！你讲啊，方便啦、啊，袂使遐侪方便啦、啊，啊，拢种方便都变作随便哦。所以这如是因如是果哈、哦，就一定爱照这个法来行。师生作次，这个次啊，就是那个时候的意思，文言文的、啊、哈，时候或是之后，就代师啊，行舟以后啊。刺史就是为刺史啊，甲这个所谓官僚三十多人，儒宗学士哈、哦，儒宗就是学儒家的啦，拜孔子公的啦哈、哦，拜孔子公啊，读书，作诗填词遐人，总共有三十多人，啊个僧尼道俗啊，僧、哦、就是出家，点么佛法出家内面的。南将，你就是李将啊，哦，道就是道教的啊，哦，还是道士啊，俗就是俗家人啊，哦，总共一千多人，同时作礼啊，作礼就是顶礼啦，哦，一般应该是顶礼啦，啊，咱今嘛这场所的关系，所以问讯就好，这是无法度，应该是要顶礼。哦所以这嘛变作现代化啊。愿、哦、闻法要，愿就是希望啊，哦，希望要听闻这个佛法的大要、精要啊、哦，要就是精要。你看啊，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好。
你干那即句吼，就无法度啊！你看，所以六祖大经实在是极深的啦，哦，深个安怎？深个就无底的，哦，善知识，显知识啊，哈、哦，这个是六祖大师啊，尊称这听的人啦，哦，显知识的意思啊，什么是显知识的？就是那阵会用教我好的代志的人，就叫做我的贤弟识，对不？哈、哦。但是啊，踮咧禅宗内面所讲的贤弟识，哈、哦，就无同啊。禅宗内面所讲的贤弟识，就爱会当开始究竟的法门，哦，究竟的法门。简单一句话讲，就是讲会当引导众生开悟的人，才叫做贤弟识。其他的人，拢总袂使讲我做贤弟识，干那可以说名为善知识，哦，安尼安尼啊，啊，会当引导众生开悟的人，就叫做大善知识啦，哦，大贤弟识，哦，真贤弟识，真善知识，大善知识，哦，啊，其他的就是称呼称呼啦，哦，安尼，干那咱咧即马真流行讲，哎，菩萨啦，菩萨，你嘛菩萨，我嘛菩萨，哦。跟他合流的菩萨、哦啊、所以显地性上究竟的道理上界深的法要、哦、无相法、哦、什么是无相法呢？就是会当使众生达到这个无相菩提的法，或者无相法這樣、啊、这个无相法呢，一般来讲就是说禅宗所讲的道理就是无相法啦，吼、哦，安尼。讲咱咧开经偈来面讲，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无上法，就是那个最深最深的道理，吼、哦。啊，那一旦开始这款的道理的人，就叫做贤弟识，安尼，吼、哦。啊，个贤弟识啊，个有一个迄落特殊的所在啊，就是。会当看到修行人还是众生吼，看你倒位啊修了好还是歹，看会出来。啊，佫会当甲你点醒的人，即款的人叫做贤弟性。哦，啊那其他一般的人，那么是就无法度安尼啊，哦，就无即个能耐。其他的就拢会跟他是甲你称赞，哦，啊。讲啊，互你安尼真欢喜哦，安尼，甲你赞叹安尼啊，啊，剩下就你正经都要有确实啦，吼、哦，对，无法度通点醒哦。好，啊，这个显地识啊，干那这个显地识这三日六祖大师安尼讲的真深啊，安那讲，即个伊所讲的道理就。相吻合啦，安怎？伊无轻视当场所咧听伊讲经的人，无咱你看，即马法师咧讲经讲，哎，恁大家啊，安怎安怎？恁大家啊，安怎安怎？对不？哦，无啊，先知识真尊重啊，是安怎？因为伊是开悟的人，伊看到大家拢有佛性，所以真尊重，哦。啊，甲伊咩啊？讲啊讲，不清初学啊，初学的人嘛无轻视伊啊，哦，所以伊是开悟的人，啊，佮得到祖师的位的人，哦，伊用个，刚才讲用真下拜啊，对不？哦，但是伊无啊，他没有很生气啊，伊唔是安尼啊，伊真尊重大家啊，唔是干那这个样尔，后壁嘛是同款啊，规个拢是同款啊，来参与的人啊。伊拢真尊重人啊，哦，无讲安尼，敢若真下拜安尼，吼、哦，很神气，神气巴拉安尼，无安尼。啊，顺便提到，即、這个《六祖坛经》是啥呢？在我咧看，就是讲，其实应该是安尼，就是六祖的公案。公案，大家听得无？吼、哦，那这一部经就是整部经就是六祖的公案。我本正吼。因为我的情况，写一部书啊，
迄名就是叫做六祖的公案。但是不要想想下落就无好，因为例如讲六祖坛经就是六祖的公案啦、啊，你从头到尾都是嘛，哈、哦。啊，下面这公案呢，就公就是公就是公开啦，哈、哦，案就是案例、啊、那用英文讲要较清楚啊 ，public case， 案就是 case 啊，哦 ，case 大家拢知影啊，哦。诶，啊，这是什么 case 啊？这个 case 就是开悟的 case。你听有无？吼、哦，啊，什么开悟？这开悟就是讲，师傅教徒弟啊，哦，啊，师傅安怎教啊，徒弟啊安怎开悟？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啊、哦，那把它记录，用很简洁的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公案，啊你。那公案的意思就是说公开给大家去讨论的意思啦，哦，给大家去讨论，那就所谓的参啦、啊，大家都可以参，而不是说是私藏的或是私传的案例啦，哦，哎，这表面上是按你讲的，讲是公开啊，但是啊，这禅宗哦，奥妙就是在这，按哪讲呢？伊虽然公开，但是啊，你若参无。公开等于没有公开，是不是啊？你要看很多公案，你一看，嗯，这好像一个笑话，哦，很好笑，看看就笑笑就过去了。其实迄就是一个祖一个祖师要教伊徒弟啊，安怎用方便引导他，然后让他忽然开悟。看起来像忽然开悟，其实不是啦，是因缘成熟所以开悟啊。也在开悟之前呐、啊。他在开悟之前，不晓得走了多少的辛苦的路，黑无下掉啊！哦，刚才我去高野山，唔知修偌济辛苦，恁都唔知影。但是你刚才知影，我去高野山去学法，安尼啦。哦，学一挂法转来啊，思维一样迄个法。哦，啊，但是你唔知影我去啊，偌艰苦，你唔知啊，对不？哦，啊，我若拢卖讲，我嘛真样咧，我去哦，真好啊，哈、哦！啊，其实。我说辛苦受尽了、啊、对不啊一切修行人都是赶快啦都是怎么样啊劣解齁从苦中来按苦中来啊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你不要求很舒服哎你若求舒服没有一个道是从舒服里面来的啊、哦、除了阿修罗道或者是地狱道以外啊、哦、大概都不是从舒服的中间来啊、哦、所以舒服不会生道啊、哦、所以一切的英雄啊那种以世间法来讲啊都是苦英雄啊啊、哦、那一切的修行人有所成就或有点成绩啊都是苦中来都是苦修而来这个苦修是有方法的啊、哦不是说你光是吃苦就可以了就是苦修那还要有方法、哦、要不然你变成外道乱修也在苦修你说好、啊、现在开始我三顿都不爱吃、欸、这样那变成外道你知道吗、哦、还是说、哦、我现在开始跟鸡鸡鸡一样我都转吃金酒、啊、你知道鸡鸡鸡鸡是不是调羹这样你知道他是那个因缘之下他没有东西吃他才吃那个东西啊、欸、啊你不需要这样、啊、你如果这样你也不会开悟啦、哦啊、你也不会得定啦、欸啊、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学对啊、所以修行困难就在这要、哦、有智慧、啊、但是你又说、欸啊、就是没智慧不知道要修行看会开智慧、哦啊、这麻烦哦欸、所以这六祖大师啊他的心就是怎么样很平等啊他这很简单就是他已经起了那种平等性质也就是去掉了第七世的我执对不、哦、去掉第七世的我执转第七世的那个我执为平等性质、哦欸啊，他讲那个，这整部经都是六祖的公案，啊、哦，从现在是公案的开始，那每一段落都是公案，啊、哦，那公案就是
师父怎么教徒弟，然后那个开悟的过程啊，你哦，那可是有一个是很叫 ironical 哦，中文啊反讽啊，有一个反讽啊，什么反讽啊？这个公案其实是私案，其实是私案，为什么？因为这个公案是一位特定的师父教一个特定的徒弟，在特定的时间跟地点跟因缘，那开悟的经过，所以怎么样？所以不能复制，这个有版权，否则你就犯了301啊、哦。所以你要想要去拷贝，没法度，因为你嘛没那个同样的老师啊，你嘛不是那个行者啊、哦，所以这公案等于是私案呐、啊，啊你等于是给你做参考用啊。但是后世的人不懂，说要所谓的参公案啊、哦，参也塞啦，但是你可以得到某个程度的误解啊，哦、解悟了啊、哦，但是你无法度讲，因为安尼介意赶快同时一样的开悟安尼，因为你到底你不是那一位行者，时间、地点、人、事，拢总无共，所以未当 reproduced， 未当复制，安尼未当拷贝啦。好、哦，所以，但是这个这些公案或者是私案呐、啊，哈、哦，是很有参考价值，因为是前人的经验呢，这样懂吗？啊、哦。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刚才这八字就已经分多去啊！哦，菩提下，菩提就是觉啊！哦，杠，好、哦。觉跟自性，这个自性是什么？这个自性哦，是从头到尾这部经里面都讲自性啊、哦。这自性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佛性啊。就是佛性，或者是真如本性，哦、啊，那在起信论里面，马明菩萨是说，真如能力而已、哦、啊，那圆觉经里面跟我做圆觉，或是圆觉性，哦、在涅槃经里面讲说是大涅槃，用词都不一样，但是它所涵盖的意义都一样，啊、哦。菩提自性，按他讲自性呢，注意那个自，自的意思就是自己嘛，哈、哦，自己，那自己包括自在，自在的话，那就是不依他，因为在那个唯识学里面有一个依他起性，对不对？依他起性，什么叫依他起性呢？就是因缘所生法，拢总是依他起呀、啊，好、哦、啊，依靠我幻啊，因缘和合所起。一切因缘法拢总是安尼啊，但是咱众生所本来就具足的迄个本性啊，是非依他起啊、哦，不会因为外境的改变而改变啊、哦，从本而然安尼，所以叫做自性。所以你就要深深的去体会六祖大师他用这一个字、用这个词的意思。所以他又说自性或是本性，其实他也可以讲说佛性嘛，他也可以讲啊、哦，对，《涅槃经》也把它称为佛性啊，哦《涅槃经》就是自性或是真如本性啊，也称为佛性。但是啊，佛一来用佛性哦，就失去了禅宗的那种色彩了。禅宗的色彩是这样呢，就是他不用大字眼了。刚你老陆他给英文你就知影哈。英文有很简单的字，啊，有很长的字，很长的字，大部分都是拉丁文还是法文过来的、哦、但是那个 Anglo-Saxon 他、哦、们的字都很简单很短、哦、这样、譬如说、出生啊，生孩子的生、哦、bear、哦、那 bear born 哦，
但是你那阵用拉丁文的有同款的意思诶 ，beget， 安尼啊差遮侪吼，啊这看起来都加遮深啊，是不是哈？啊，那这款的字就是禅宗所用的字，哦，禅宗就是用真简单的字，但是意思真深，安尼，伊拢无用迄文字吼，你人吓惊人啊，安尼啦，哦，因为怎？伊道理已经真深啊，啊那文字阁用深，安尼，就障碍就也较济啊，哦，又有加一个文字障啊。哦，所以这个自信它的含义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非依他起，哦，从本而然啊，哦，的意思。本来清净，这个本来哈，叫做从本以来啊，而从本以来是什么呢？那叫你讲的讲无始劫以来啊，你无始劫啊，哦。遐尼久的时间，甲即阵，这规个过程叫做从本以来，啊，简单讲叫做本来啊，哦，本来啊，就是清净。这本来唔是讲古早是清净的呢，是即嘛嘛是清净，安尼，再叫做本来。从本的古早以来到现在，啊，那中共用英文讲的是讲，跟那迄个 since S I N C E 啊。现在完成式是包括过去跟现在整个这个过程，隆中是清净的，安尼，哦，啊，从本以来，从本以来到现在，隆中是清净无念，哦，安那安尼讲呢？因为咱一般咧修行咧学佛的时候，拢讲咱业障真重，对不哈？啊，咱。这个心肝乌乌草草啊，哦，啊，无清净啊，对不？但是禅宗咧看，伊是看究竟的啊，就讲大家拢是清净的，啊，唔是讲你将来成佛了后才清净啊，是你即马现在都是清净的啊，哦，啊，唔是即马现在清净啊，你从本以来就唔捌有念有给，安尼，啊，这是讲啥？这是讲性，一切法啊。分作两部分啦，一部分叫做性，一部分叫做相。哦，你的本性啊，从本以来拢是清净的。哦，但是啊，你现在有现出一个相，就是污染相，唔是清净相。那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因缘所生。哦，啊，即卖用一个譬如啊，跟那镜同款啊。你要这块镜，你若放一下，你拢无用，哦，啊，无甲切，伊隔几工啊，就会有卡眼迄落灰尘对无？哦，啊，你讲，咱即摆来讲讲，这个镜子上面有一层灰尘，对不对？对啊，这一层镜子，这一个镜子上面是有一层灰尘，但是啊，迄、那个即句话是对，是无唔对啊？但是嘛，唔对，安那讲，因为迄、那个迄那一层灰尘无掉一下，对不？所以镜子实在是没有灰尘了。安、啊、你听有无？实在是没有灰尘。那你说有灰尘，那个只是虚假的，因为那可以去掉的。哦，如果去不掉的，才说有灰尘嘛，对不？跟阿兰讲，真有伊改变呀，真变无有伊，同款的意思，对不？所以那一个镜子实在上面没有灰尘，为什么原因呢？啊、哦，就是讲镜子跟那灰尘不合合，听有无？哦，不合合，也许按你架在顶头啊，你啊，啊，同款的意思，咱的这心嘛、啊。跟他迄镜子同款，称为心镜啊。咱的这心镜顶头，那阵这心镜啦，久无用，伊嘛会卡一烟灰尘的顶头，对不？但是心镜顶头这烟灰尘啦、啊，实在无掉的这个心镜顶头，你听有无？哦，同样的意义啊、哦。为什么？
因为心境与那个外层毕竟不合合，安听我啊、哦，毕竟不合合。你那合合了就分袂开啊。过一个批论，这合合的意思是什么呢？你那要修行啊，爱对这的眼识哦，拢爱了解，爱真清楚，而且要自自分明啊，啊、哦，甲分开看。这和啊，和就是和平嘛，和谐啊、哦，因为和谐的关系啊，所以可以合在一起。因为和啊，哦，所以在一旦合，哦，安尼。但是啊，哦，譬如讲牛奶甲水啊，哦，那牛奶加水落去的时阵，水乳交融，对不对？那就和合了，对吧？和合的东西你分不开。你听我啊、哦，那如果不合合的东西，你就可以分开。所以你那牛奶甲加水落去，你袂当分啊！哦，你有时规个拢啊啉落去安尼啊，哦，安尼啊，咱这个心境啊，心境上面的灰尘呐、啊，实在是不合合。如果合合的话，就永远分不开。这譬如哪里跳舞啊？哈，那如果永远不分开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断烦恼，也就没有人能够证菩提得解脱。安怎？因为这污染的代志，就已经把你的这个心究竟啊，当中污染到了，已经合在一起了，合在一起，按你甲做伙就分袂开呀，分袂开，你永远就是安尼呀。你只会更坏，不会更好。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消业障，也不可能断烦恼，因为烦恼已经跟你的心合合了。你听懂吗？哦，所以这个心跟这个境啊、哦，心跟外境了、啊，该外境啊，哦，究竟是不合合的啦。表面上看起来合合，跟那些镜顶头那些灰尘赶快，表面上一扒在上面嘛，哦。跟他和和，其实不和和。那以这个拳法来讲啊，是和和的，啊、哦，所谓根尘相接而生事，和和。其实啊，以实法来讲，实在不和和。啊、哦，《楞严经》里面也是开示这个道理，但是这都爱讲根基经观的人才有法度了解这个代志啊。哦，因为实在不合合，所以你能够把它减少，再减少，再减少，减少到后来整个都没有了，然后烦恼渐渐减少，然后甚至于可以加新的好的东西进去，啊你呀，哦，所以，心与境不合合，所以这个境，心这个心的境，本质清净，无关顶头卡偌济乌烟阿朽。烟吞呐、啊，伊拢总是本来就是清净的，你只要甲切落清气，伊就现出伊本来面目，啊、哦，这个本来面目，你嘛知影这是禅宗的词语啊，啊、哦，这是就歹讲的哦，要讲啊，互你会了解，实在就歹讲的，但是哦，我着这个使出这个九牛二虎之力，唔得听我听无哈，安、哦、尼。所以，光是讲这个本来清净啊、哦，啊，就刚才咱这个心就刚才那个行，本来清净啊、哦，那无量劫以来所造的恶业啊，哦，无关系，太郎棒黑哦，啊，一路这个五十二哦，这个破戒犯戒，这拢是烟吞呐，啊，拢卡在咱的清净的本心那个行顶头啊，啊，所以和你变作。啊你阿大阿大空空空空啊是讲业障真重啊啊经啊看无啊啊听无啊有台下个痴迷啊摆卡啊哦黑东西所造的恶业往昔所造恶业所感的果啊，但是无管你无量劫以来所做恶业偌多偌重，但是你的心原来是感觉是清净的，只不过啊以你所卡的遐烟吞太高诶。哦，那边去录下哦，
爱真拼，安尼就对了。哦，爱过爱有姻缘，爱过爱发心，安尼。哦，啊你若愈会起来，哦，就开悟啊。啊那愈一点啊，就一点啊明白啊。哦，安尼。你唔信，你来试看卖。有的人啊，念佛，你若目睭开开哦，啊，无偌久就倒去啊。哦，啊，所以有的人，就讲佛祖就知影咱的毛病啊，所以叫咱就爱三分目啊。哦，三分目，因为呐，你若遮大类，伊乱看，对不？啊那安尼啊，就困去啊。哦，啊，所以吼、哦，三分目。三分目袂乱看，吼、哦，袂乱想，哦，啊，袂分心，安尼。所以你也知影佛祖的苦心，哦，唔是讲坐什么是打坐，就一定就爱三分目，我五分目敢袂使，会使啊。啊，你若有迄个境界，你目睭拄啊做你个金金，啊，有当时啊你做你个亏亏，哦，因为迄个释迦佛咧。你打坐的时候，一点点嘛是亏啊！哦，啊，像迄个释迦佛要成佛的时阵，就会魔力来撩啊的时阵，就讲啊，你那就安尼，点点目睭开开咧坐禅，来啦，咱来快乐一下啊！安尼对不？所以表示的，这个经文就表示讲，释迦佛咧打坐的时候，伊是目睭开开，哦，啊，你讲啊，佛祖都开开，啊，我学佛，所以我嘛来开开，你开你就困去啊！啊，空气旋转呢？那个就是那个，昏沉嘛，哦、啊，昏那昏沉呢？昏沉就是啊，五七啊，你知无？哦，鱼痴胀重的时阵就会较容易昏沉的，哦，啊那鱼痴胀重的人要安怎？爱看弥罗拜佛啦，哦，较会消业障。好，菩提自性啊、哦，这个菩提可以说是。菩提与自性安尼啦，这菩提是讲一个觉性哈，而且自性是咱家己的本性啊，哦，这个菩提是你要求的迄个菩提，迄、那个觉悟啊，哦，家你家些自性啊，拢总是本来就是清净的啊，哦，这是一款的解释。第二款解释就是讲，咱这个自性啊，哦，是菩提。就自性菩提了，这个菩提等于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自性。这个菩提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自性，所以菩提之自性，安尼，哦，所以咱这自性本来就有觉性的呀，安尼。啊，到底你今嘛会用觉偌济啊？就看你顶头卡的乌影偌济啊。那阵拢无，规个拢现出来。那阵卡一分，啊，你就现九分；那卡九分就现一分，哦，安尼。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你看，这种理就简单，但是拢就歹了解哦。但就是只要了哦，只要用就是使用啊，只要使用这一个心是真心的意思哦。你简单用你这个真心嘛、啊，哦，去修去悟哦，就直了。了就是悟的意思，啊，直的意思，你要注意这个直啊，滴滴落去啊，哦，你要弯弯翘翘啊，哦，那滴滴落去，依直直直的依照这一个本心，然后去体悟，就能够成佛。哎，好、哦，这个经文非常的好，咱。好，这个讲。